家好，我这次是回国和爸妈一起，还有姐姐一起旅行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次是先去了长沙，看了一下南方的亲戚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张家界，今天刚刚到张家界，然后在一个算是民宿吧安顿下来。那我们这次行程比较赶，所以呢就大概只有就是2天半的行程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就是所谓的这种好像是民宿一条街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有很多特别好的小店和旅店，还有饭店。这次住的地方叫做约定民宿，它位于张家界武林园区民宿一条街上。那这条街呢，依山而建，环境非常的安静悠然。这里有很多不同风格的民宿，有的清新现代，也有的古味典雅。由于是亲戚帮我们订的，所以我在入住的时候的感觉就像拆了一件非常棒的礼物一样。那这个民宿的装饰风格完全是我的菜，房间也非常明亮干净，风格很小清新，屋主呢也特别的热情周到，所以呢我非常推荐给想去张家界旅游的朋友们。亲爱的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所谓的天门洞的这个999层台阶。我们来之前是特别希望那种晴空万里加点白云，然后看到下边的悬崖，然后转身一看上面是天门洞。结果今天好死不死是下了这个巨大的雾，大家看一下，我后面什么都没有。然后呢，我和我姐姐现在顺着这个999阶台阶下来了，我们现在还要准备再上去。其实呢，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，你应该能看到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洞。哎，我也看不见。结果呢，今天天气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我们很不是失望了，就是比较郁闷。这天公不作美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对，本来想来看一下世界奇观的，结果就这样了。不过也挺好的，因为别有一番意境啊，因为这根本看不到山和树，基本上看不到，你看到没有？就像好像在一个这种罩子里面一样，所以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哎呀，宝贝儿们，画啥那么好？哎呀，可爱！哦耶！有点害怕。好可爱呀！
天 Hello， 早上好，今天是我们在张家界的第二天，然后呢，现在是我们请了一个导游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游叫武陵源，好像项目还挺多的。其实不好意思，我在来之前没有做什么功课，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打酱油的，然后我家人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最近天气不太好，然后下雨，但是山上就是云雾缭绕的，还挺有意思，就是很期待。就是昨天去天门山，大家也看到这个视频的景象了，实在是太掉链子了。对，我们没有看到天门洞，就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全都是雾。然后我在下那个天梯的时候，一走神还摔到了，幸好没有什么问题。没有办法，这个只能是就是大自然的这个对礼物，就是有些时候天气好，有些时候天气很差。那今天呢，希望就是天气好一点，也不用太好了，就希望就是还能看点山景吧。对，后面的声音了吗？非常嘈杂，这就是在国内旅游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人多，各种多，然后各种花钱。我现在在一个景点叫做迷魂台，据说是在这多站以后就不想走了，我不知道。然后今天天气还是很雾很大，所以呢山的景象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，看到了吧，下面是一个很深的悬崖，所以你要往下看其实还挺可怕的。武陵源区呢，除了有震撼的山景之外，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猴子，因为游客众多，他们个个都被喂得肥肥胖胖。张家界之所以闻名世界，是因为它极具特色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，可惜呢，我的视频体现不出这种地貌的震撼感，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这种景色的壮观。这里呢有很多著名的景点，其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电影《阿凡达》的取景地，就是这个悬浮山。但我亲眼看到悬浮山的时候，真的是被震撼到了，可惜我的视频没法体现出它的壮观。在走走转转之后呢，下午导游带我们去了一个当地土家族人聚居的寨子，叫做袁家寨。那一个非常可爱漂亮的土家族姑娘作为向导，带着我们在寨子里转了一圈，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寨子的历史，还有土家族人的风情文化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是在张家界的第三天，今天和家人一起来走这个非常有名的玻璃栈道。那今天是因为这个走栈道的原因呢，景区不让带相机进来，所以我用手机在拍。天气还不错，虽然下雨，我们担心全都是雾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身后
还有这种云烟缭绕的感觉，其实非常非常美的景色。我们走完这个玻璃桥之后呢，我会和姐姐一起走这个大峡谷，顺着这个峡谷下去，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，一会儿见。